好，我自己回答。OK， 那再次介绍一下，我们是张三李四 and the DJ 大胖。对，我这一 part 是想要来介绍我的团员们。然后我先从这个右边来好了，你要做一下自我介绍。OK， 大家好，我是彭博义 Boy P。然后他最近还蛮红的。你们有看过《原子少年》吗？那你们有人认得他吗？你们要说有啊，有没有？这就对了，对。再来就是我们 DJ 大胖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。尖叫声！再来就是我们初次合作的一个鼓手，他叫做木恩。尖叫声！对，他非常的厉害。再来就是我们的浪漫小王子。我们的怎么样？要怎么介绍我？我想说你来自己自我介绍比较。有，大家好，我是无敌，他是一个非常非常酷的人，尖叫声。然后再来就是我是张三李四的主唱，我叫做杨显兵，对，然后尖叫声。OK， 那接下来带来我们的专辑里面的一首歌叫做《怎样》，希望你们喜欢。
谢谢。